母啊，莫阁拍一只啦！你个人走去啊！真是家门不幸，来，到咱有咱家，才甲伊那提掉，去去！我骂，我骂啊！我甲伊那提掉啊！哈！你看，吼，你这是天骂你！啊！莫拍一只，莫拍一只！囡仔是一条性命，我不爱把囡仔抬死，我要把囡仔生下来，你莫叫我把囡仔提条无啦，把囡仔生下来，你以后是要怎做人，哈？好，你这样干嘛？家父来，古山给提条，家父来，古山给提条，哈，你真是不听话哟。我家己做代志，我家己负责。你若无好，我家己囡仔生落来，你着家己照顾你家己。阿文啊，阿文啊，阿文啊！姐，姐姐，那是迄囡仔搁伫诶。应该二十几岁有啊、哦，对吼、哦，唔对，那对，阿姊的人拢回来啊，阿囡仔人呢？有问题的人是阿姊啊。我有当阵感觉，伊是我的阿姊，有当阵搁感觉，伊唔是我的阿姊。无你是伫讲啥啦？啊，真实的啊，娶家的人拢认为讲。姐啊，就是杜瑞德的某。哦，敢讲，姐啊，就是何爱佳，只是讲失去记忆尔。你脸上叫看伤多哦，要乌白想。何爱佳搭了飞机失事死啊啦，甲阿文有啥关系？无，阿母啊，你敢真正确定，迄当年你生的不是双生啊？啊，照顾照顾哦。爱家啦，真正是你，原来你不是爱家，爱家。妈，哎呦，妈，你要干嘛？你是讲母啊？啊，我半当前到底是得什么病啊？那是安怎较早的代志哦，我拢安尼袂记了了。啊！你来想想，你目测啦。啊，煞毋知影，就听迄大夫人甲后生讲遐话，听听哦，迄心肝也淡薄仔家叫。讲真诶哦，迄大脚内底空空吼，啥物拢想袂起来。啊，其实哦，真无爽快。啊，你看我离家出走遮侪年，我转来，啊，毋过，迄无伫脚有啥物重要诶人是重要诶代志，我煞想拢想袂起来呢。